冷清的夜风，肃静的暗暝，大地一片寂静，刹那间，轰轰烈烈，狂风暴雨，天摇地动，雷公四浪，一道闪电划过天际，击中了魔火界，魔火界，魔火界。数百年平静的魔火界，也传出了汹涌的电火龙。在过去的当中，来出现了一道恐怖的神龙。一道恐怖的神龙出现，一道恐怖的神龙到底是什么怪物呢？一步一步，一步一步，大雄魂灵步在一段之去哦。一道恐怖身影，大雄魂灵步在一段之去，到底这个恐怖的怪物？会对过这个世间，对过这个世界，造成什么款的影响呢？咱来看另外一方面，哎，行，来去，来去耶！大家好，好就是好，好就是好，哪讲讲哪点头。好就是好，好就是好，哪讲讲哪有路的。呀，我真好，你嘛真好。哇，今仔日哦来到现场，看到这么多观众朋友吼。我阿拉好快乐。恁大家有熟悉无？啊，若无熟悉吼，我自我介绍一下。关小生。小生，我就是吉兴哥当家的男主角，男主角就对。我号做湖州的失端人啊。啊，两失端号做阿拉江西人。哎呦，阿拉你嘛较拜托的啊。咱个小段小段是女生呢，哈、啊，查某的呢。讲到话是幼声，啊，咱像你阿拉安尼吼，哎呦。见头见头啦，头发顶悬阁无毛毛毛啦，哈，两蕊目睭圆滚滚，后尾向人讲你念小段，听人有够艰苦。我无像你好笑啊，你唔只搞唔只搞吹笑歌好好，你阁一心搞为男主角，都无咧衰咧，用过你做男主角，嘿，阿达咧你咧，也我好笑的是乱人吼，嘿。